我们很高兴。咕咚信箱，大家好，我是红果果。咕噜咕噜，我是小咕咚。铃铃铃，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铃铃。我的本领可大了，我能捏电话、看视频、聊作品、织围脖，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哦。好的，铃铃，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对呀，铃铃，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吧。亲爱的红果果、绿泡泡，你们好，我叫孙思，今年5岁了，非常喜欢你们主持的节目，也很喜欢小咕咚，嘿嘿，非常可爱。我平时喜欢画画和手工制作，期待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的画，我会加油练习的哦。现在我把我的一幅作品寄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哇，太棒了！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我爱变魔术当中，我们教大家变了一个神奇的魔术，你们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把你们变魔术的过程当中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凡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电视机前的你，赶快行动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2038信箱，第二张信箱，智慧树栏目不动手，小咕咚手，邮政编码是1000038，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